社头乡访桥头天门宫72庄妈祖绕境活动，于民国103年正式登录为彰化县级无形文化资产。传承300年的访桥头天门宫72庄妈祖绕境活动，在各庄宫庙团队同心努力下，百余年来坚持着遵循古礼、坚持走古道的特色，行塑72庄请妈祖的传统精神，彰显在地文化，保留着在地文化之美。啊，咱讲个咱棒球头吼，即历史真悠久吼。也未有石头街的时阵吼，咱石头乡上发展的所在，就是伫咱棒球头这个所在。吼，伊迄个上早形成聚落的所在，就是咱棒球头。啊，这个棒球头的地名由来，就是讲因为迄个北埔圳开垦了后，咱这附近有圳沟，啊，圳沟这附近有一棒球。啊，咱所以咱这个所在就叫做板桥头，啊，这个地名叫做桥头村。相传200多年前，先民随身携带天上圣母妈祖的香火来到访桥头。清乾隆22年（西元1757年），有位鹿港黄姓信众来访桥头经营丝绸生意，发现访桥头有圣母香火，于是回鹿港天后宫恭请一尊天上圣母神像。至访桥头奉祀。这间庙，照咱地方的一挂事挂来讲吼。上早的时阵是有香火，吼、哦，就是祖先来遮开垦的时阵是炸香火来，迄时阵也未有神尊，吼、哦，大概是伫乾隆20年的时阵吼、哦，有一个为鹿港来姓黄的，吼、哦，伊来咱遮做生意，啊，做生意伊发觉讲，咱遮有一个香火，啊，伊才转去鹿港，吼、哦，啊，才请人刻一个神尊，吼、哦，就是咱妈祖的神尊。我们这个妈祖的神尊了，啊，请过这边服侍。所以，咱以咱的文献，咱庙的文献的记载吼，咱板桥头天门宫大概就是乾隆22年，或者是1755年的时阵，咱起的。清朝康熙年间，福建移民大量进入彰化平原开垦，福建漳州人相继于大武郡溪流河域开垦。大武郡西的东边称为武东堡，是现在的社头乡一带；西边为武西堡，为永靖乡、普兴乡一带。此地逐渐形成武东堡、武西堡八个庄头72聚落。迄阵起的时阵叫做板桥头，还是个天后宫哦，就是妈祖宫啦。咱一般拢讲妈祖宫。所以以前的名唔叫做天门宫，吼，以前叫做访桥头天后宫，啊，较尾则个改做访桥头天门宫，吼，啊，伊慢慢的时阵，伊就是形成有先有香火，吼，啊，则较尾有起一个庙，啊，较尾到嘉庆的时阵，咱有阁重修过，吼，啊，重修了，阁经过到民国50年，咱目前看到的。咱板桥头天门宫是民国五十年，哈，就是西元1961年的时阵所起的，吼，所以到目前为止，大概将近够有60年的历史，吼。目前咱看到庙的这个庙貌，就是这个红，这个大概将近有60年的历史，吼。咱来讲板桥头为什么72庄，吼，这都要讲到咱的台湾的移民的一个历史，吼。社头乡访桥头地区开发早，访桥头72庄连庄组织的形成与泉、漳、粤分类械斗有关。以客家人为代表的永靖乡永安宫
联合漳州人为代表的枋桥头天门宫与泉州人对抗。啊，咱七十二镇吼，嘛包括有漳州，嘛有漳州的漳州人，啊，嘛包括沿线的客家人，吼、哦，啊，真特别的是讲，咱这边虽然讲是漳州哦，加客家人，但是咱去鹿港进乡，鹿港那边是泉州人，所以讲咱规个整个吼，咱讲板桥头七十二镇娘妈祖是一个跨族群吼。哦包括漳州、泉州客家人一个族群的融合啊，吼，代表族群的融合，吼，啊，种早期迄个漳泉械斗啊，底下啦，吼，啊，是无共生，嘛是底下拍啦，啊，你所在来啊，你客人啊，我都会漳州来，我泉州来，拢会有迄个械斗吼，啊，因为迄阵有够有迄个联庄组织，个联庄自保，吼，啊，甚至因为迄阵客家人较少，比如讲沿线那边的客。客人，伊都会甲咱这边的人来联合起来，去甲泉州吼，就变成咱人较侪啦吼、哦。啊，要冤家时阵嘛，他哦靠力量啦吼、哦，靠力量迄种方式啦吼、哦。但是迄是早期的故事啦吼、哦。啊，但是咱板桥头天门宫以七十二尊娘妈祖是代表一个咱一个跨族群的融合，吼、哦，哎，大家较要拢和平相处。我、哦、说伊的历史意义。就是伫我都呈现出来。这两关吼，啊八乡镇的人员吼，来交易来遮买卖，拢是伫板桥头这个所在。啊，所以讲，因为万买了，就是随个角头，每一个角头，伊就是组立起来，伊就是有一个服侍一个角头的吼。比如讲，圣三妈、武当大人妈吼。啊，轮啊大妈吼，伊就是随个角头，人因就是因为，比如讲一个角头有六川啊，讲八川，伊就有服侍一个咱这个哦，比如讲圣三妈吼，伊就拢伫咱板桥头这个祖庙遮，啊，拢因角头拢是无庙，无迄个有建无建立庙，所以讲伊就是拢伫遮服侍，啊，遮服侍都哦，这个哦，这个过年过节啊，是讲生日啥拢伫遮。做一个安尼来遮拜拜啦吼，啊，所以因为伫遮算讲人口吼，遮变成讲，就大家拢对这妈祖吼真正吼，这个算讲有庇佑大家吼，啊有大家真平安吼，啊，所以讲对这妈祖经吼，大家拢真正讲吼信仰拢，这个信仰中心算讲就安尼建立起来，啊，因为咱过去拢。各庄头拢会使讲无啥物庙事啦，因为早期是无啦，所以讲大家拢来伫遮咧拜拜。啊，所以讲因为咱了后就是讲要进香的时阵，就是啊每一个角头拢组织起来，啊了后来参加咱这个天门宫遮吼，咱遮做一个筹备，啊做一个同齐来去迄个鹿港进香啦吼。啊，上早的时阵就是讲，因为咱进香就有一个过程嘛吼，因为咱去鹿港进香早期的时阵吼，这个咱会改名，因为号做天门宫是，1890年的时阵，咱就是去要去鹿港进香啊。鹿港因为伊是天后宫，啊，咱较早是古早是换天后宫，哎，咱鹿港，咱较早咱天门宫是号做天后宫，啊，了后就是为着咱去迄个鹿港迄、那个天后宫进香的时阵就。1890年的时候才改做天门宫，吼，迄阵才开始改做天门宫。当时八个庄头经常发生械斗事件，72庄头居民以联庄的组织来保卫家乡，并到鹿港救祖宫恭请天上圣母妈祖。1849年，在地方士绅招募下，72庄弟子在枋桥头建庙，称为枋桥头天门宫。并由八个庄头各自雕一尊妈祖神像，供奉于枋桥头天门宫内。地方遇有庆典时，则各自恭请妈祖回庄祭祀，事后再请回枋桥头天门宫。咱来讲，常常讲板桥头七十二尊，啊，这七十二尊到底是为什么吼？因为咱早期咱大多有讲着讲板桥头这个所在，咱发展的历史真早。啊，早期普遍较砖卡吼，大家拢
生活较无好，所以你嘛无钱去祈庙，所以大家角头吼，角头拢会加，因家己有迄个妈祖吼，比如讲为只请出嚟吼，也是讲因家己佫刻神尊，啊，咱就是讲藏伫来请福赛伫咱的板桥头天门宫即搭遮吼啊。过年过节的时阵再请回来，这七十二镇吼，伊范围真宽，伊包括园林啦、埔心、田中、烟尖、参秀水、甲溪湖，拢是咱七十二镇的范围。吼，啊，咱拢总有八个会马，啊，这会马的组织就是包括有，比如讲，开基马、米酒马、开基马、轮啊大马、古社二马。这拢是会马的其中一个，包括咱这目前个圣山马，就是沿前这个所在。咱会了解讲，最特别的，咱板桥路天门宫最特别的一个所在，就是讲社头乡有三间天门宫，一间就是板桥头天门宫，搁一个古社天门宫，啊，搁一间就是咱迄个轮啊天门宫。啊，这因迄两间本来因的妈祖，比如轮啊大妈，甲古社二妈。本来就是拢咱伫咱个板桥头天门宫，啊，较尾因为大家砖头有较发展啦吼，啊，因就讲安尼请来请去麻烦吼，啊，咱则就因就另外因就家己搁起庙，所以加社头乡就有三间天门宫，所以这是伊最特别的所在。正总理嘛是拢各角头啊去筹备啦吼，啊了啊拢集合伫啊咱即个啊祖庙即个天门宫遮吼，往鹿港进香啦吼。啊，因为咱去进香的即个过程吼，就是讲因为咱进香就是咱庙咱即个天门宫有大总理嘛吼，啊甲副大总理啊，所有执事人员啦吼，一寡总领队啦吼，拢咱。祖廟這邊來處理吼，啊，去這個，咱攏是一個咧卯時交香嘛吼，啊，卯時交香就是因為咱攏差不多五點，吼，五點迄陣就交香，啊，交香就是大總理，啊，甲咱這個，天門宮主任委員吼，啊，甲祭頭香，吼，這個咱火燒莊吼，這個福德。吼、哦，福德正神吼，就是讲，正总理吼、哦，啊，去哩咱这个鹿港吼，这个这个道殿吼，啊，咱道殿就清空了，就是铺这个地毯类吼，啊，来哦，这个大总理啊个，准委员啊个这个祭头，因为正总理吼、哦、去哩头顶。年这个庙宇重修之后，他们在民国五十四年、五十五年、五十六年分别来到鹿港业主进香，连续三年。那么在早期的规矩就是每十二年来到鹿港进香一次，一直到了民国八十年，为了方便年代比较好记，所以从民国八十年、九十年、一百年开始，以整数年为主，
哦，就是像上一次来就是民国100年、101、102，连续三年来鹿港业主进香。那么枋桥头天门宫来鹿港业主进香的时间点非常的特别，它一定是农历的三月的最后一天哦，从天门宫出发来到了鹿港天后宫。那么农历4月1号，他就回銮回驾，那么表示呢，横跨的农历3月到4月哦，虽然来进香两天，但是事实上是跨了一个月份。那么当时这个进香团非常的庞大，包括时到今天哈，他们八角头72庄所有的庙宇通通会出动，还有很多的随乡庙宇，这些庙宇涵盖了今天的永靖、社头、园林、田中，甚至来自于南投一带的这些会乡的庙宇一起来参与。那么当天晚上来到了鹿港，会在鹿港的天后宫前面做一个大型的祭祀的一个规模哦。那么在四月一号要回銮的时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就是说天门宫的总理天门宫的枋桥头72庄的总理、天门宫的主委还有头香的总理，他们要来请香的时候，是三位要到鹿港天后宫正殿的供桌哦，三个人跪在供桌上面，然后由这个天后宫这边跟枋桥头天门宫的香炉去交香，交香之后请了这个香火，然后就放到这个进香的香龛里面，然后带回去这个天门宫。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在枋桥头72庄来鹿港业主进香是相当特别的。枋桥头72庄是一个超越族群、聚落、地域的联庄组织，透过对妈祖的祭祀，将不同祖籍的人群组织起来。枋桥头天门宫为五东五西堡妈祖信仰圈的中心寺庙，因此成为附近信奉妈祖的居民前往鹿港天后宫进香的集合地点。除了五东堡各地区信仰妈祖的居民之外，旧社及伦雅庄的居民也会参与枋桥头天门宫的进香活动。因此枋桥头天门宫的进香活动即形成了一种区域性联庄的大型宗教活动。讲到这个挂香哦，那是我参加的时阵，是我囡仔的时阵，我都拢参加挂香，因为我是住伫这个庙边，所以我参与这个挂香，每一年我是拢参加有滴，包括讲爬去咧鹿港的道顶，因为我爱保护这个大庄里。大庄里拢普遍拢年岁较侪，哦，我拢有在下斗照顾。我阵啊较囡仔较少年，拢有在条保护遮个大庄里爬起哩，诶，桌顶遐吼，互因跋杯，吼，迄阵啊都拢像安尼拢有参加过。本地是讲啊，都72庄，啊有差不多60-70顶桥，因为这70几顶桥的中间，每一顶桥拢后最少有3个顶头，所以70几顶，200几顶的顶头，所以这顶头是非常的闹热。啊，这闹热，但是要入去庙内呢，一定要有这个咱回马真正的回马的旗，才当入去咱的天后宫的庙底，因为庙底是未当我咧藏真济庙，因为每一个角头伊分出来了后。人因边个人嘛是会骨分，直直分出去，所以咱是认定讲，咱咧若要入去庙底，有一支乌灵，这支乌灵，若有这支乌灵个人，再带讲入去这个天后宫个庙底休困，以外拢伫停车场也好啦，啊，个人少所在休困，会啊搞得无吼，因大家哦，当入去挂香哦，大家爱两早就去请便，要若无吼，真正你就请无顶头。啊，顶头大家嘛讲好，我要请较好哩，我要请较好哩。大家烧饼拢要拼闹热嘞，讲哦，阮什么庙有足闹热的啦。枋桥头天门宫会正式登录为无形文化资产的原因，是前往鹿港天后宫业主进香仪式的特殊性。进行交香仪式时，先将天后宫案桌清空，铺上红布，由72庄进香大总理、天门宫管理委员会主委与接头香的
园林是大饶福德宫福德正神正总理三人跪在案桌上，由大总理捧圣脚进行执脚交香仪式，或妈祖应允圣脚，也就是同意交香。此时由天后宫执事人员以汤匙舀天后宫香炉内的香火至天门宫的香炉内，连续三次。枋桥头七十二庄至鹿港天后宫业主进香，是相当具有民俗价值的重要文化资产。因为咱这个枋桥头吼，这个进香吼，咱枋桥头的进香就是讲，因为咱就七十二庄嘛吼，啊有八个角头啦吼，啊拢总七十二庄，有这个两关啦吼，啊八乡镇。啊因为咱挂香的时阵吼，就是因为早期。就是伫民国五十五年甲五十七年，即有连续三年嘛吼。啊了后，就是延续落来，拢往鹿港进乡啦吼。啊，就是因为搁较早期的时阵，就是啊，即个清朝的时阵吼，就是有去咱即个大陆进乡嘛。啊，因为就是迄、那个咱往大陆拢爱坐篷仔船嘛吼。啊，所以讲即、这个进乡。这个人员嘛，无他偌济啦吼，啊，就是因为拢三月妈祖生进前就去的嘛吼，啊要转来的时阵吼，就是要转来这个妈祖生前，啊，拢爱转来这个咱天门宫嘛，啊个，了后就是因为鸿雁大，所以拖到四月过，拖到个四月，啊，所以讲以后往鹿港进香的时阵，就是拢。这个三月底吼，啊，就往鹿港，啊，四月初转来安尼，两工一暝啦吼。啊，因为咱进乡就是因为这个人员真济嘛吼，啊，所以讲就是需要讲，拢爱筹备嘛吼，啊，拢进前都爱筹备，爱筹备真济个月吼。枋桥头七十二庄，这个枋桥头天门宫是主要的信仰的庙宇。那慢慢的，这个八个角头。他们慢慢的也形成了他们的信仰的范围，所以于是这个伦雅他们也盖了一座天门宫，哦，这个旧社也盖了一座天门宫。那么事实上，这些神像其实早期都是供奉在枋桥头天门宫里面。那么当地如果有这个醉酒，还是有庙会，哦，他们就会来到枋桥头天门宫，请他们自己的角头的妈祖，哦，回去验妈咒，那么再把他请回来。那慢慢的，因为地方。人士有这样子的能力，有这样子的财力，所以他们也在他们自己的征讨，也去盖了一座天门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看以枋桥头天门宫为主要的这个庙宇，但是还有伦雅天门宫，还有旧社天门宫这样子。那么有一些噶讨，他们没有盖天门宫，他们的神尊就是以枋桥头天门宫供奉在这个地方为主。枋桥头天门宫，伊是咱彰化县的关键古迹。啊，佫另外是伊伫，伊佫是咱彰化县的无形文化资产，吼、哦，伊的无形文化资产，伊的重点就是讲伊挂香吼，伊迄个仪式，伊特殊性，吼、哦，哦，这部分，所以伊形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化资产，就是讲枋桥头天门宫不仅有迄个有形文化资产是算迄、那个。限定古迹，一个是咱中华关为无形文化资产之一，所以是咱地方最宝贵吼、最重要一个文化资产。彰化县政府致力于保存传统文化特色，社头乡枋桥头天门宫七十二庄妈祖绕境活动，于民国103年正式登录为县级无形文化资产，并已完成文化资产的调查研究。完整记录保存七十二庄请妈祖的信仰文化，并作为未来保存维护的重要依据，丰富彰化县的文化软实力。传承300年的枋桥头天门宫七十二庄妈祖绕境活动，是彰化县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在各庄宫庙团队同心同德努力下，百余年来坚持尊古礼、坚持走古道的特色得以呈现。行塑七十二庄请妈祖的传统精神，彰显在地文化，在地参与，在地生根，
凝聚在地社区聚落的向心力与生命力，保留着在地文化之美。